이거 먹고부터는 감기에 잘 안 걸리는 것 같아요. 제가 직접 경험한 거니까요. 확실히 좋습니다. 남자에게 좋다니까 먹었는데 무엇보다 피로감이 없어졌습니다. 전 잘 모르겠어요. 바빠서 꾸준히 먹을 틈도 없었던 것 같고요. 아, 그런데 딱 한 가지. 술 마시고 난 다음 날에 이걸 먹으면 어지럽고 좀 피곤한 느낌이 확 사라지는 것 같아요. 이건 확실한 것 같아요. 구리산은 산수유 중에서도 가장 최상급으로 통하니까 가져다 놓기 바쁘게 금방 다 나갑니다. 품질면에서 다른 지역 산수유와 차이가 확 나거든요. 사람들이 구리 산수유가 가장 좋다는 건 다 안다는 거죠. 九里山茱萸的人气秘诀在于什么呢？지리산하면그이름만으로도누구나치푸른원시림과청정한대자연을먼저떠올리죠구례산수유는바로지리산의구비구비협곡에서자라고있습니다이렇게기름진토양과맑은물이양질의영양분을지속적으로공급하고있어어느것보다실한산수유를수확할수있습니다구례산동면은오랜산수유영농경험과더불어이미처녀농가가산수유친환경재배기술에참여하고있습니다이를통해무농약의친환경산수유생산이가능한것입니다고품질의산수유로타지역보다월등히앞선경쟁력을자랑하고있습니다很久以前开始，九里山山茱萸就用作药材，专治体弱多病的体质，能强身健体，而且还有其他的疗效。听一听大韩民国的本草学的博士安当根中医博士对山茱萸功效的说法。일반적으로산수유는시부떫은맛이있는데이것은인체에들어가서수렴작용을한다고볼수가있습니다산수유를장기복용하게되면이선천적인기운을증강시켜주는효과가있습니다2002년세계上流行了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 SARS 中药能治疗 SARS 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发表在韩国和中国极大提高了山茱萸的需求量2000年代以后，九里山茱萸成为新一代健康食品。산수유남자한테참좋은데。由于一段时间韩国电视播放了广告，增加了对山茱萸的需求。山茱萸有很多效能，但是很遗憾的是，只能反映对男性好的部分。消费者对山茱萸的疗效越来越感兴趣，终于九里山茱萸事业集团普及了山茱萸的使用，使山茱萸适宜于男女老少，开始了加工食品开发，并且消费者能很容易地接触山茱萸。从山茱萸发展到千年茱萸、山茱萸茶、山茱萸粉末、山茱萸粥等加工产品。먹기좋게건강식품으로만들었다는데솔직히이게약은아니잖아요그래서기대는안했어요그런데먹어보니까아이거구나하는느낌이확들더라고요일단가지고다니기가편하고먹기도편하고또비싸보이잖아요귀한분들에게홍삼같은것말고좀색다르고품격있는걸로선물하고싶더라고요 선물잘한것같아요2010년在健康食品大国日本找到了新的消费群。从收到日本客户的邀请开始，2010年东京食品博览会、2012年海滨木章食品博览会的参加，打开了日本这个市场。尤其加工食品新契丹吸收快，效果显著，能替代中药。
因此受到消费者和客户的爱戴。徹夜と接待が多くて体はボロボロですね。その時非常に山水屋役に立ちます。特に男性の精力によく効くとのお話は嬉しいお話ですね。山水は美容と健康にとってもいいです。これからも毎日飲み続けたいと思います。山水は大変私も、愛用いたしております。で飲むようになりましてから、体力的にも非常に、安定す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うちの家内もですね、今大変、愛用してまして、もともと肌荒れ、年齢的なものもあるん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れども、利用するようになってから、水分量が非常に増えてきていると。感到欣慰的是，辛弃丹等山茱萸的多样产品的需求稳步增长。需要健康产品的社会现象，中药替代产品的需求，红参等现存健康产品的局限性，新的健康功能型原料及男女老少适宜的健康产品的需求，日本市场的需求所造成的结果就是山茱萸产品。很久以前就被称为能有助健康的神奇果实，男女老少适宜的有福果球里山茱萸。那么到底球里山茱萸有什么竞争力呢？第一，基于优质的原料所诞生的事实。球里山茱萸具有地理性优势，根据严格的标准进行品质管理，主原料山茱萸是100%环保无农药栽培的。从古至今，山茱萸最大的特点是能和严格挑选的中药一起使用。球里山茱萸能成为新一代健康食品，不是很自然的吗？第二，在于原料供应的稳定性。球里作为大韩民国山茱萸的故乡，每年能生产200吨的原材料。原材料市场占75%，韩国境内为首。第三，球里生产基地设施及研究基地比其他地区更优秀，持有 HACCP 以及 GMP 设备等安全生产设施的批量生产设施，有着包括地方大学以及研究所的 R&D 基地，能生产高品质的产品。第四，有着考虑到男女老少消费者多样化的产品类目，不管是中药产品，还是从健康食品到化妆品原料、液态产品、干山茱萸、山茱萸粉末等多种形态的都能供应，因此球里山茱萸受到各层消费者的爱戴。第五，多样化的商业连接能扩大山茱萸的宣传和市场。山茱萸产品、山茱萸粉末、浓缩液以及生果等多样形态的产品原料供应可行，能进行 OEM、ODM 形态的业务合作，能进行访问销售或消费者所需形态销售，能和被称为环保型卖家的球里菌联系的投资商和企业联盟。山茱萸が歴史があると言いますかね、700年前から用いられて非常に健康にいいと。ただその体にいいだけじゃなくって、その精神的な部分、体の真ん中からですね、活力を上げていくんじゃないかという期待がその持てるというところと、それから男性にも女性にも非常に有効な、健康に有効な作用があるというところは魅力だなと思います。第六，此时此刻也在进行为了进入功能型市场的研究开发。
对 R&D 氛围的勇敢投资和可用资源的集成化，为获得产品多样化开发，分享生产科学研究机构之间的知识和经验。消费者口味的球里山茱萸，为了成为大韩民国5000万的健康食品，全世界人的生活能量，球里山茱萸的市场不断增大。现在球里山茱萸事业集团正在招募一起创一番事业的成功合作伙伴。